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。交杯还得注意姿势，喝有毒的那杯。三公主，你我昨日有缘初遇，今日就要结为夫妻，之后定当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。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。干了。少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扫了三公主雅兴。不好意思啊，重来一次。干了。又怎么了？这不是按照玄武城习惯的姿势来的吗？面纱没沾是吧？真麻烦。乔凤姐干嘛呀？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说你不演吗？韩某不知三公主何意，难道是怀疑我在酒中下毒？酒里有没有毒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还跟我装？行。没毒是吧？来，挑一杯吧，咱俩干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得带走你。来人！来了。跟你说，三公主，有何吩咐？把他吊起来，他喜欢在上面待着。吊起来，三公主，你大婚之日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城主知道也该担心了。您三思，不惹麻烦他就不担心了吗？再说了，今天不是我惹麻烦，是他要下毒杀我。三公主，此话怎讲？不信是吧？你们不信是吧？好，我证明给你看，这两杯毒酒就是证据。哎哎哎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在这儿，你也别想活。把毒下菜里了是吧？有想法啊，特别有想法。三公主，此举何意啊？我看你还能把毒藏在哪儿？啊！闲了。难道毒药抹嘴上了？你挺会给自己加戏啊。
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！子然，一会儿我死了，你就五马分尸，诛他九族，明白了吗？韩少君，你为何不辩驳？你不要听他辩。子然吧，我现在看你已经是好多个你在晃悠了。我感觉到毒气已经运行到我大脑了，到了晚了，到也抵不住了啊！我给你把你的冤孽都剁，你都躺一会儿。啊！你的毒药后劲儿挺大哈。快叫大夫！夫君，三公主。